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观众朋友们，以及来自全世界的各位组员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本场主持人焦鹏。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少儿育山2019中国少儿育山 CBSA 亚旗团杯中式台球世界锦标赛比赛现场。Honorable leaders, guests, all players, and Mr. Honorable World, good morning. I'm the host, Zhou Peng. First of all, welcome to Shanghai Yushan Shining 2019 CBSA Group Cup Challenge Pool World Championship. 在比赛开始之前，请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将手机调至静音或关机状态。感谢大家的配合。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下面我将介绍参加本场比赛的运动员及裁判员。一号台刘洋，天津；肉孜，新疆；裁判孙悦。三号台西守新，吉林。陈武庆，黑龙江；裁判刘建峰。二号台于海涛，内蒙古；王楠，黑龙江；裁判蒋开琴。比赛开始 ，The competition starts now。第一局的开始，刘洋开球。
开始。祝福你们。Thank you.
三纪律的开始，刘洋开球。Maimaiti 3-0。Thank you.
四局比赛开始，肉丝慢慢提开球。
获胜4-0。这里的开始，刘洋开球。
十秒，延时。1-4。第六局就开始，肉丝们买皮开球。十秒，延时。
上的心肠五比一。七十比的开始，刘洋开球。十秒，延时。十秒，五、四、三。
上青苔2.5。八局比赛开始，Rouzi Maimaiti开球。3-5。
九局比赛开始，刘洋开球。十秒，延时。6-3。
第十句句子开始，肉丝麦麦提开球。获胜。